由于最近发生了某些事故，所以比较慢上片，希望大家能谅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影片吧。哦，这个是背心，我买了两个颜色的，第一个是这个紫色的，它这个背心我觉得蛮好看的啦，然后而且它里面哦，它已经有那个 sponge 在里面，那个胸罩在里面，所以就很方便你直接穿哦，你不用穿内衣哦，它又很好看。它很适合拿来当内搭啦，我觉得。然后另外一个颜色我买的是黄色的，很好看，它的黄色很上面，我喜欢这种很上的颜色。看，这个是黄色的，然后它的布料是 OK 的，它是薄啦，但是它不会透啦，我是觉得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黄色，然后一个。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好好看哦，所以我就两个都买起来。哦，这个又是一条裤子。哇，这个裤子很硬一些，它是一条黑色的短裤，然后它后面是一个新的，它是这样子，后面有一个新这样子。然后这个裤子啊，它很硬诶，你知道吗？它的布料是那种很硬的，你们应该是感觉不到啦。这是当然的。废话。因为它是那种硬硬柔粗粗的那种布料，所以穿下去不太舒服。其实我想表达的是，穿上去有点不舒服。可是它的版型的话，看起来是 OK 啦，可是我还没有 try 过，等一下我戴上过后再给你们看。哦，这个是一个蓝色的长袖底。哇，这个还有味道哦，有一点重，那种衣服的味道。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上衣来的，哇，还有一点很大件的感觉，这样子，Oh no！太宽了，对我来讲，不然我能不能穿？这个还是这样子的长袖的，然后它的布料是不算是那种，它不是那种火低的布料来的，布料是比较薄的那一种，就是普通我们 T 恤的那种布料哈。然后这个还算是短版的一个上衣。我觉得是 OK 的，只是我不懂会不会对我来讲会不会太大件啊？然后只是哦，这个它的这个线没有剪好。Other than that，我觉得 OK 的。OK，下一个。这个是一个白色的外套，哦，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外套。哇，这个有点出乎我意料诶，我没有 expect 到它的这个布哦，是那种很厚的那种，它是那种针织棉的那种布，然后它的这个哦，我觉得蛮厚一下啦，它的布料你看，它是这样子的，那种毛毛的，然后它的整个它是有一点重量的啦，蛮重一下，然后它这里它的 button 做到很精致。看，它的 button 是这样子的。OK，next 就是这一个，这个是冰卡的外套。哦，这个应该是更改那个一样的，是这个是 pink color，那个是白色，还是一样是这样子的一个外套。然后这个它的 button 就没有像改这样精致啦，这个 button 它只是一个这样子的吧，登罢了。整体上我觉得我蛮意外的啦，因为这两件外套，我以为它是比较像是我身上穿的这种，就比较薄的那种针织啊，可是没有想到它是那种比较厚的那种毛的那种衣服，而且这个好像不会贵耶，它好像才10多块还是20多块左右，我觉得好像是20多块。
块啦，很便宜一下啦。with 这样子这样厚的一个布料来讲。OK，next，这个是一个挂脖子的上衣，它是这样子的咯，就是挂脖的，然后这样子的蓝色的一个上衣。它的 size 我觉得蛮 stretchable 的，可以 stretch， 弹性蛮好的。OK，next， 这是一条连衣裙。哇，感觉很小件，我不懂我穿的这样有，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裙子，它的这个脖子里面，它的这个袖子啊，它是这样子的 pattern 哦。然后它下面这里就有绳子，说你可以拉旁边，就是你的大腿旁边那边啊，你可以拉紧它，然后它就会变比较紧身，很好看，比较好看。这个整个是紧身的一个裙子。Next， 这个也是白色的一条长袖衣，它是有 color 的，有领的。那它是这样子，它是很好看的，我看照片哦，那模特穿的很好看。它是白色的这样子，它是短款的那种长袖衣，然后它是这样子的长袖，觉得应该蛮好看的，只是它的布料有一点皱啊，你要烫烫美美才可以穿。哦哟，可是它的这个，它的布也是薄薄的那种布来的，它是整不算是整制，但是它有一点点整制的感觉，但是它是有一点像是又低色又不是低色了，哪里低色跟整制的中间这样子。我知道我这解释有点奇怪啊，可是它是这样子，就是有点薄，但是应该还好。然后它这里它的那个手工不是很好啦，你看。Oh no！ 所以等一下要自己修过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是好看的。OK， 就这样。Next。哦，这是一条黑色的短裤，它是那种有一点运动裤这样子啊，在家里面穿的那种休闲的短裤这样。它的布是蛮厚的，感觉就是蛮好的，它的 quality。然后它旁边的设计它是这样子的，boom 啊，你看到它是这样子的，旁边这边。然后后面它有两个 pocket， OK， 不错， next， 哇，我终于要开完了那个广告。Oh my god！ 哇、wow! ，剩最后一个了，哦、yeah! 啊，这个是白色的裤子，哇，很厚哎，它的布。它是一条白色的来运动裤啊 ，jogger 那种白色的 jogger 是这样子的，然后它这里有就是那种破洞裤的感觉，它只有一个罢了啦，对，只有一边有罢，然后它下面没有东西锁住那脚，它是那种 you know 那种阔腿的那种。就是阔腿裤的那种 pattern， 然后它的布是很重一些，很重的，然后它是这样子的，绵绵这样，然后可是它下面这里啊，它的那个你看它的绳子没有弄到很好，你看这边也是，它的这个啦，给我感觉就是你洗了过后还会来一次掉毛那样子，这是它唯一的缺点。Oh no！ 我也不懂我穿到没有了，好像很搭肩这样。OK， 所以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下午过后呢，我终于把全部的包裹都拆开来了，所以就代表这次的影片呢，
就到此为止。然后我刚才的那些衣服的 link 我都会把它放在description box 下面，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要购买，也可以到我的 description box 去找那个 link。 然后我这次是我第一次拍淘宝开箱，所以有做到不够好的地方的话请多多指教。 OK，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样子的影片的话，也记得帮我点个赞、分享还有订阅。然后你们想看我拍怎么样类型的影片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한결편안해지고있어오늘밤에도왜가떠있어줘서좀꿈에번지를했어요즘새벽에는소음이늘었어왜냐면너의색깔은 blue 새벽에떨어져버린 blue 하늘이파란색인 you know 너에게 so I can't see the last last night